是这个灯是靠太阳能照的，是吧？对，你来看吧，一排过来吧。哦，我从楼顶上拉下来的。哦，这是一个控制器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控制器没用了，没用就是了。两根线都从那个看，哦，从外面墙上拉下来的。那但是晚上你怎么储能呢？你用什么电池？还是用？你看我在这，啊，我您的工作间啊，不愧为学工的，我就一个人嘛。啊。哦，有电表，有烙铁，对，有这么多焊锡膏。哦，哟，这里电池还不少呢，是这都是1850的是吧？1850，对。对，我原来买的电瓶报废了，报废了，我把好的选出来以后，哦，可以还选出可以来。重新组合起来，我就来烧开水嘛。哦，你现在是有容量有多大的电瓶啊？20安呢？20安的哦，哎，48伏，48伏20安，那有个多瓦的，有多少度电呢？那储你存？算吧。二我十八，二十我八，就简单，二十，你二十乘以五十，20乘50，大概就是1000瓦嘛。1000瓦一千就瓦就多是一度电一嘛，度电啊，哎，这只能储存一度电是只能吧？存一度电。哦，一度电还是有点小。我这个电存一度电，这可能我就一块板哦，就一块板，对，我的电储存的多一些。哦，这个电池我没见过，这个大一些，这也是锂是电，磷酸铁锂还是3元锂的？磷酸铁锂的，磷酸铁锂的啊，磷酸铁锂的，哦，还行。这个在今天我集市上拿下来的，我现在买的成品比这个外包装比较好，我就没把这个淘汰了，拿回来，我就准备改造以后，就来储存那个电，那个哎呀，电储存起来就来烧开水，对。如果万一停电，我就供照明电脑，但是家里用锂电放在家里是不是不安全啊？没没问问题，题啊。我用了20年了。没问题啊。他说的是汽车那个锂电，它可能撞击高压的时候，它可能发生爆炸。充电发生，如果一充般的这电个时间民长用，也容易造成危险。这个我你还没发现那个小锂电爆的很少。哦，因为你看特斯拉吧，它也是这种，特斯拉那特就，斯拉都是小电池啊，一哎，就是对，就这个。几万个小电池拼在一起，它这个有什么串问联题？并联的，它这个小电池拼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那个控制板啊，很容易出问题。这样子的我的控制板多得很，报废了很多，到处都啊，是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个东西。这小控制板，哎对，呀，小控制板，对，咱们国家这个东西不过关，芯片不过关，用几年，用1年2年，就不行了。那就不行了。哦呦，看来我那电瓶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也是，这个东西不行的。估计控但制是板你看，坏了？电瓶绝对是好的。啊，对，电池是绝对好的，电池绝对哎，是好的。这个电吹管啊，我当然有电吹管了。你啥时候开始练的？我最近练的。啊，刚开始练。我看你真是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个乐队的指挥，五六十人的民乐队的指挥啊。哦，你过去喜欢音乐，对，那电后吹管从来没玩过，电吹管是刚现开在始就学。近10来年的事儿。那这个电吹管，我家里面还有一个日本的那个叫萨克斯，不是萨克斯，黑管，不是也是电吹管，他发明的。这个最早发明的好像是那个雅马哈发明的。雅马哈对，雅他马过哈了以那个后，电又子是那琴个嘛，罗叫2个字，我家哦，里有一个那5000多了，这个是国产你的，这边是自己学嘛是吧？自己自己学啊，没找个老师学学，是没有老师，我老师我没有基础，我搞乐器的都是通的，这个就你像我看，当指挥的，那肯定是各对，种乐器我都那个懂一前点，辈啊，你我还看，会吹笙。还会生。会吹笙就会吹这个东西，笙比这个复杂多了。笙一个音就3个指头按，你想每换一个音要换3个指头，你说那个难度有多大？这样子的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比较简单一些，这跟笛子有，比笛子好，它这个东西有点是，它能模仿很多乐我器，知道，就是指法的话，跟笛子差不多吧，六个音，差不多，比笛子复杂一点，它就是变音呐，八度变音呐。还有一些弯音、颤音呐，有些技巧在里面，他都把它综合起来了。哎，你各种那个乐器的表达的那个感情，它可以表达感情呢，它不是吹几个符号就完了。哎，这个楼顶上是高瞻远瞩啊，在你们小区啊，你们小区我们很少来，然后你们小区的东门就是集市啊，迎完小集市啊，一个小门啊，这个房子质量还不错吧？还可以，可以哦，楼层挺高的呀，我看一二三对啊，四因为五我六，把它报废了，
六层加地下室七层的，是吧？加七层，加地下室六层，很亮堂啊。嗯，这光线呢，这个乳酸相当好哦，相当好。我在重庆家里边白天，我宿舍、我客厅、嗯、我厨房全都开灯。哦，那么糟糕，采光不好啊！我一个月电费500多块钱，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电费了。白天我基本上不用电了。对对对，你还用电脑？还用电脑，电脑就是我老婆。那个太阳能就用不完，用不完了，对对对，一块板用不完，是都亮亮堂堂的，无论是那小卧室，嗯，卫生间是吧？哎，这个客厅啊，厨房，相当客厅还有两个窗户呢啊，哎，相当舒服，四个窗户，哎，对，这边你看是亮堂亮堂，四个窗户，相当好，采光相当好，我喜欢这个地方。对，然后咱们最北面就是咱们金鼎银龙湾，你看那个大楼，哎，对，我可以把它推进看看啊，金鼎银龙湾，对，挺好，挺不错的，在这生活挺好，是吧？